也像最近的所道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出天必胜公连锁提供的节目，在新闻之声调频公布网89.3做的播出。有需要不免客气，出天必胜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我关心的道亲，咱加空五感恩。明仔吼是咱的3月半。啊，咱知影吼，是咱的保生大帝啦吼，保生大帝，嘛在讲大道公啦吼，咱讲妈祖到大道公，那大道公呢吼，会无啊会去哦啥，乌西无会去哦，一阵大风呢，甲扫了了。那明仔载呢，是不是以前这个故事，我那赶快来重演啦吼？啊，咱讲吼，妈祖3月23啊出巡，大道公呢会该吼，会落大雨。把他的灰粉都给他压下来鼓鼓，现在呢妈祖婆呢就把3月15呢靠大风呢把我们的这个什么把我们大道公的这个乌西帽呢给他套给他这样背外面出来，这样人说妈祖到大道公还是大道公到妈祖啦，这个都是一个历史典故啦，真的假的也不了解。现在天气是不是我怎么照他们以前这样说三月半的套大风，那明仔呢？唔只是讲保生大帝、大道公呢吼，万寿，哎呀，佫有哦，啊，咱的母财神啦吼，人讲爱钱，大家爱拜财神，也讲母财神嘛，是哦，3月半吼，嘛是咱的母财神的这个圣寿保诞啦吼。来，每双来要感恩的啦吼，啊，咱的道亲孙阿姐，大家呢吼，对慈殿毕生公的节目都非常的。哦，咱讲支持啦，吼，甲拥护啊，所以今日个梅香来安排这个无尽的感恩，无尽的感恩来感恩吼，咱的孙阿叔姐啦吼。不管讲是吼，听咱的节目吼，啊，伫咧甲咱扶持的，还是共修的师兄师姐，还是各种的兄弟姊妹，大家呢拢是安尼用心吼，伫推动吼，这个道务啦吼，推展道务，啊嘛感恩啦吼，咱。台中宏源啊，咱的武德宫，就是咱武吉武德宫啦吼。啊，咱的廖师兄、廖福地师兄呢吼，伊嘛真甲咱扶持咱的节目。大概呢，邓爱江的结缘，拢也甲咱赞助咱的节目经费啦吼，真的非常感恩。来，咱今嘛来听一对无尽的感恩，感恩咱的孙阿叔姐，感恩咱的道亲，感恩咱的前辈啊，对咱的支持甲鼓励，感恩啦吼。
现在所收听这段无尽的感恩。来，我们的道亲呢，大家真有兴趣要了解，然后讲这个佛的传道啊，过来呢，吼啊，咱有真侪进阶啦，吼啊，造集啦，吼造法集啦，造母集啦，吼，他们都很感兴趣，讲到底入道啦，吼，成为道教中的人，吼，然后呢，吼，咱对这个经啦，吼，上经有兴趣啦，吼啊，对这个吼道。哦，咱听你讲读书，读书会当创啥？读书会当做真济代志啊！所以讲吼啊，无论是法科啦吼，还是讲啊，咱造一个这个品味啦吼，无了解的人总是想要了解者，嘛想要探讨一下安尼吼。所以讲根据史料记载，到较早期的这个法位制度啦吼，代表啥？代表讲这个读书的各自法派心系来底，你学习的这个程度，往往是以实务、是修、吼、哦、学习为根本，啊，就讲对这个导师本身的努力以及境界的肯定，啊，就是咧讲，咱的造诣的定义呢，吼、哦，对咱这个吼、哦、学习的实力，吼、哦、啊，咱的学习，吼、哦，咱的程度到底行到什么程度，像这导师本身吼、哦，伊的努力，吼、哦。啊，就要被吼、哦、这个吼、哦、能够上天的肯定啊，要怎么肯定？伫道教出现呢？吼、哦，就是咧讲到这正义名威吼、哦、设立，正义名威是讲人以道的这个名色叫做正义，人吼、哦、跟上天然后、哦、就是咧讲吼天师为义吼、哦，咱即嘛这个上悬的地位嘛吼、哦、啊，所以讲设教了后呢。一个设这个啥，设这个品位，然后设这个品位，所以人讲正义名位设立，正义名位就是讲人以道这个名士，哦，都讲人甲道，也就一种的这个啥，一种的，哦，人讲敢那未输法官安尼意思，道的概念，哦，在咱这，哦，这个天师为义，哦，这个正义观的地位，啊，所以讲哦，伊来代天受禄。哦，这个法律的品级是依据着导师在咱家己的法脉、心系、修行中的实际修学的程度，甲这个境界授予。啊，所以人讲吼，咱要去了解这个品序啦、吼法位啦、吼制度啦、吼是根据啊，咱讲什么款的？好啊，所以讲不同款修的这个法制、道制，吼，这内底拢总有这个啥，拢有这个概率。啊，甲咱这个夫妻吼关系等级哦，这有真大的差别啦吼、哦。啊，所以讲对咱这吼、個、啊，咱讲道种吼修学程度甲境界吼、哦、来检效甲证明啦，吼、哦、甲证明。所以咱都吼、哦、这个，咱讲以法为本，正以名为吼、哦。咱讲对咱这个吼、哦、修学啦吼、哦，咱讲品位啦吼、哦。但系咱。豆豆来讲，然后豆豆来讲安尼，像咱咧讲按照规定，然后即法律分作五级，吼、哦、初修诶，吼、哦、像讲咱即毛咧学上经嘛吼、哦，啊咱咧学上经，咱以前咱都捌做传渡皈依过啊，佛力传渡皈啊，佛力传渡皈啊，然后呢，咱入了正式诶啊，即、这个道门，啊咱开始来学啥，学即个法科，吼、哦、啊咱要来造即个道基，初造。当然就是初修嘛吼，初修呢，伊就是太上三五道公经录，为正六品七品含呐吼，为正六品七品含啊，所以讲吼，咱拄当啊初修的时阵吼，可比讲咱都学经学一段，咱也要上场啊，吼也要讲伫这个经内底面去课上啊，然后呢，吼咱吼祖师甲咱带入门。哦，咱即马呢要成为正，吼、哦，咱讲正式的这个导师，导师内底还佫有这个道级凭证呢，吼、哦，所以讲伫这个天师祖庭、诸佛天师府、万法中端内底，咱大天庭颁发和这个导师的叫做导级，啊，所以咱讲道教有了品级、吼、哦、品序、品阶啦，吼、哦，有这个品级、品序、品阶，这也是世俗人的概念。相当于吼，咱去了解对这个一品甲九品，
有种有虫啊，吼，有种有虫，发展了这个明清时期啊，就明朝到清朝这个时期呢，才典籍归入了种与收录的科技，吼，咱这个经典，才典籍归入了种与收录的这个科技经典。所以讲，天书祖庭、书汉天书府呢，万法中段内底，以带这个天庭来颁发给咱这道书的这个道籍凭证、道籍凭证，然后道籍凭证。啊，咱啊讲，咱已经吼有初度皈依嘛，吼头一届叫初度、佛度。啊，咱咧造文字啊、造武字，也是咱即马已经咧上经啊，要造这个道书字。哦，这呢初修的一定是太上三摩多公，吼、哦。太上三摩多公名为经录，吼为正六品七品含呐。然后你搁再升修，吼第二届啊搁造叫做升寿升修，正一名为经录为正四品五品含呐，吼正四品五品含。那么呢第三届呢叫做加修，加修呢是上清五类经录为正三品含。好啊，第四级呢，那加升到上清三东五类经录为正二品含，正二品呐、啊、吼，啊，这个足大啊吼。啊，那晋升吼、哦、第五届晋升是上清大东经录为正一品含，好、哦、为正一品神呐、啊、吼。所以咱讲，咱要求伫天书门下造修法集，吼、哦、用要来弘道宣化。吼、哦，这不利人，祈求天书大位，吼、哦，照天即民，哦，既然咱求天书呢，吼、哦，为咱来照，吼、哦、来讲照这个即名受益，吼、哦，咱定讲受禄。天书祖庭根据因的要求呢，申报天庭，并以天单玉格，吼、哦，咱讲咱要照起哩，吼、哦，一换一半呢，吼、哦。一半留伫咱世间遮，咱来收咱家己本身来收啦吼，一半。好，所以讲传度合同符一分而为二。好，咱传度嘛是有这个合同符一边啦。好，这个专门的符箓也立作一边交去天主，叫做天单玉格。有这有这个规定的咧，造修咱讲注定受某某经禄。做立某某坛、某某镜、某某吼为吼什么款呢？啊，咱讲印度书吼造哦，咱讲造这个这印度吼，这个环节分个真细啦吼、哦。所以咱讲传度合同符呢，一分为二啦，一半呢吼搭伫个这个积叠上面顶管受落个人吼、哦，你也搭伫辛苦嘛。吼、哦，一半是新造天庭的时阵就分烧啊，直接就造给你。天庭啊，所以讲符呢，吼、哦、分作一半，吼、哦、这个合同符啦，吼、哦、啊，所以讲道道呢，通过这个传度受禄，并按这个天单玉格，初得发明心智，吼、哦、这个法师，吼、哦、可以代天，吼、哦、来做代志，代天宣化，要做啥灾咒啦、祈安啦、养灾啦，吼、哦，或者是讲吼、哦、啊，咱。一般吼、哦，咱咧做这个法科啦，吼、哦，也是讲做哦，咱咧积安礼道啦，也是做这个吼、哦，啊，咱讲戒法，吼、哦，也是咱道士的身份。只要你经典，吼、哦，你有参合甲对，你就会当做甲对。这个法科有照着你的品位啊，有你的官职啊，你就会当安怎，会当代天宣化。吼、哦，安尼呢，咱讲道书呢，吼、哦，嘛定是吼、哦，啊，咱的这个吼、哦、品位，吼、哦，啊，加这个造字的这个职位，会当去决定，吼、哦，你要做什么科啦？有人你职务呐，无造遐悬，你讲做什么黄路灾、什么灾、什么灾、什么灾，一定要有一个品级的咧，上无迄个高工，品位要有够，你才会当去做。做路悬的灾兆，吼、哦，讲为地方啦，吼、哦，做这个吼灾兆。哦哦，做这个吉安，哦，像人咧讲哦，做教科的，中央徛迄个哦，中尊呐、啊、吼、哦，绝对呢上无爱有造三品以上啊，哦，也那无就无迄资格，好徛伫迄个这么大的教场内底去做主科，哦，也就是讲哦，伊就是高工，哦，啊徛伫中尊，就代表啥？代表迄个科教的主科，伊代表是
上天的神迹哦啊，所以讲吼，咱要做这个斋咒吼，积粮发书吼，这发书祖先呢吼，嘛爱有这个吼名禄天族，有这个道位啦，吼内底呢道教品序制度吼，拢总爱有啦。哦，所以咱讲吼，中国古代道教吼，伊这个法位吼，咱是安怎去甲认定啦吼？首先呢，咱简单来讲一下，就讲法位就是咧讲知道将在。吼、哦，咱即马咧修学个程度啦，吼、哦，你即马修学程度，吼、哦，你才能够有这个学位叫法位嘛。吼、哦，像咱伫读册嘛，同款啦，咱要修学位，修学位。吼、哦，啊，咱即马唔是讲修学位，咱即马讲修法位，吼、哦，法位。太上洞玄灵宝受道仪啦，就是咧讲吼，上早伫讲到这个法位制度。哦，这古道教的这个传授来底，按这个道师修学的程度授予，无同款的教职的制度。这是吼、哦，咱讲伫这个中国古早时代形成道教教团的基本制度。所以道教这个法位是咱这个汉朝天书的时阵呐吼，就存在的制度。吼、哦，对这个古代呢，吼、哦，修录制度当中，这个法律名衔呢。根据着道师所受录的官阶，吼、哦、去甲授予的，唔是咱讲吼啊，台湾你本身都唔是正道师，啊你嘛甲人执照个足悬，吼、哦、啊你干那摕迄个空的受录，本身你无得研考，嘛无得造职，嘛无得做这个科仪的工课，那安尼呢？你造空职，连工吼去的时阵，你一点啊讲一点啊，吼、哦、过都无，因为咱咧做工课，那做了丢。吼、哦，顶悬呢，咱每一届所造的这个法位，伫你带你这个因啊带出去，就是你代表你即届做这个科举法科是你主科嘛，带起你了后，你的名衔呢，吼、哦，伫顶悬，吼、哦，这个导师所授的这个法律品位，拢伫个内底，吼、哦，所以讲咱即马咧做这个吼、哦，不管讲是太玄科仪啊、三皇或者洞玄科仪、灵宝洞玄科仪。咱称这个三洞法位，哦，所以讲咱爱去了解哦，了解讲品位若无到遐，唔好徛中尊。搁一样就是讲，那咧做斋戒的时阵，咱一定爱安怎爱斋戒，斋戒啦吼，包括吼不近女色，所以去呢爱搁做斋戒啦吼。啊，咱伫这个吼正一文法录内底，甲正一法文，吼、哦、咱在太上外落部仪内底，伫咱北调的时阵，吼、哦、都已经有啊。啊、所以咱讲道士，吼、哦、嘛是爱考试的呢，道士嘛是爱考试，上无你也要步功达到奥技，啥物法技你拢爱会晓，啊你嘛爱有法度呢吼，遵守着啥，遵守着咱今嘛，伫入道的时阵，咱所发的这个愿，咱是第一次传度，佛力传度，拄当开始传度的时阵，绝对呢吼、哦，有叫咱三皈依嘛，吼三皈依，哦啊过来就是这个戒律。吼、哦，伊会甲你讲能持佛，吼、哦、能持，吼、哦、了后，这就是啥？你就要一只手压关关，然后底下坐在宣誓，向天地，吼、哦、君亲师呢来宣誓，我现在这种戒律，我能够持这个戒律，我能持，安尼呢？所以呢，当啊入道的时阵呢，都跟他佛教嘛是同款啦，伊嘛是同款的五戒，道教同款嘛是。五戒一样啦吼，啊，你若法度持五戒这个戒体清净，那么呢，你咧做这个导师啦吼，啊，无逾越规矩，啊，你的规矩赶快就能够很到位啦，好、啊，你的规矩很到位，那呢，你在做高功法事啊吼，不管咱是咧为地方做酒也好，还是做游客也好，游客是做超多的，好、啊、叫做游客。这导师呢，唯有获得某一定的这个法律，你才有资格上台啦，好、哦、上台去做这个工作。所以这个六条制度当中呢，这道教对这吼、个，咱、哦、讲从低到高，吼、哦、依次授予，吼、哦、所以讲，咱讲道德经内底法位、太平经的法位、吼、哦、太清经法的法位，吼、哦、到了南北朝了后，根据了这个法脉发展出现了。哦，咱讲三通四富的新法位，所以讲咱即嘛是升啦吼，啊，要升到什么程度上悬呢？
敢来当升到这个法位啦吼。拄只面上讲的相关的就是安尼尔。吼、哦、啊，所以咱对这个较早吼，这修罗处地法信仪来底，伊讲道师修法真吼、哦，啊，这个处地为正一法位，吼、哦、啊，咱的道德法位，吼、哦、动心法位、心行法位、动行法位、五福法位、福德法位、福德法位，啊，甲动真法位，吼、哦，这呢，这拼这走啊，这啦吼、哦，就是咧讲你是会晓多一部分，像三依命卜相，这拢会使造字啦，会啊。一看你用什么款的科技在做，吼、哦！啊，你本身呢，你就造什么款的法位？这法位是道师的各自法脉神系来的，以这个学位的证明。现在咱讲咱要去造，那就是你学习，吼、哦，学位的证明，代表了道教对平生修法成就的认可，授予相应的职权呐、啊，吼、哦！啊，所以咱爬起来咧讲呢，咱。上段啦，上这个法段，咱咧讲的为着代表天书的话，咱咧讲的为着代表，比如讲做游客，咱咧做中尊就是代表太清闲救苦天尊，哦，啊，咱就是本身就是化身为太清闲救苦天尊，咱都要有太清闲救苦天尊的大慈大悲，哦，咱今日简单讲起来讲，大家已经拢了解啊，吼、哦，咱为倒一个开始，哦，为咱传度皈依开始。传道皈依了后，传道皈依了后，三年了后，你有在读书，有认真在做，你的法科，你就开始在参与。那么你想要造集，那头一届造集当然是三五道公了吼。三五道公名为经络，吼是正六品七品含，都当个开始呀吼。那么咱起码都安尼，道道啊道道安尼，一直进步，道道一直进步。吼，安尼讲当道哦，这当道师。吼、哦，演导师，吼、哦，演经科的，吼、哦，这个讲法科，吼、哦，啊，这个讲这嘛是拢赶快来当召集啦，吼、哦，赶快来当召集安尼。所以没想也是真感恩呐，吼、哦，真感恩。咱今年哦要做这个福利传道，吼、哦，这个、初步传度、初步传度加福利，吼、哦，传道，吼、哦，第二届叫做福利，啊那头一个叫做初度，啊就咱讲，咱有讲。啊，今日恁个开工啊，但是咱无法位，吼、哦，咱家己本身无法位，吼、哦，内殿师，吼、哦，会当做个法位，咱无走，那么咱爱行善，为初度皈依开始，吼、哦，咱主持也好啦，讲主也好，伫边啊咧徛，诶，即个啥啊？咱有个人讲啊，机身咧办事，一定爱有啥，一定爱有徛边啊，即个吼文笔啦吼，像咱咧讲个，有机，绝对就一定爱啥。在边啊，一定要徛一个咧解说嘛。啊，这个敢唔免造句吗？嘛是爱。这个敢唔免入道吗？嘛是爱。好、哦，这个嘛是赶快来做初度皈依啦。吼、哦，咱讲必生，必生，个咱这个机，吼、哦，咱讲心为，吼、哦，咱讲代言人的机，伊是一体。好、哦，你有机的都要必生，啊，必生嘛爱造，机嘛爱造。这个心格、心为、法为，这个、你用爱了解，你家己个身份爱有啦，吼、哦。啊，咱咧做工课，就是咱讲秉持上天的教育，哦，咱真正有这个法位是道位，吼、哦，安尼呢，咱咧做，我们才踏实。哦，咱嘛甲讲啊，咱既然呢，吼、哦，丹台有注册，南天门师傅有咱的名，所以咱讲一注得道嘛，啊，咱的祖先嘛得到光荣啦，吼、哦，得到光荣。所以咱若要讲吼。啊，有咧修学个也好，咱只有咧灵修灵学个，咱个道亲啦吼，咱嘛是爱做这个初度皈依，成为吼、哦、教徒真正诶吼，咱个信奉啊，咱多一个教啊，咱家己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咱定安尼讲吼，师子缘灭，咱个灭缘伫倒位哦，咱即马哦咧做个工课，应该是上天所认可吼、哦，咱在咱即个法位内底。哦，在这道集内底，咱走甲真清楚。咱上段，哦，在做这上天的工课，咱都未感觉虚虚呀，吼、哦。啊，你都无法集无道集，啊，你个人咧，吼、哦，徛高讲道书，安尼都，互你感觉你心的虚，因为咱无造集，无宽柄，无形的看到你，嗯、啊，当你也无造修啊，无宽柄，也无官职，你伫迄个所在底下化修，啥物人要甲你信？官职就是自我肯定啦，咱的学。学到什么程度，你造什么程度，这就是
你家己本身的哦修学的上天给你的一个品位，嘛是一个肯定啦吼，嘛当我哩吼在做，伫这品位内底面，咱咧做咱才袂安尼惊惊吓吓，咱家咱家己本身无咧宽柄，那么咱上断呢吼，咱感觉咱咧讲诶吼无法度呢吼以大言为主啦吼。啊，咱以上天为主，是因为咱本身还未造法执，还未造道执啦吼。所以伫遮讲到这个福利传道，啊，这个品位品级，每章已经拢甲咱讲啊吼。安尼咱也是讲，咱即卖经吼福利传道已经得初道啊啊有啊，福利也有啊，即卖过来你要造文职吼，要伫个内殿来服务吼，内殿师啊，你也要讲道，你也叫做演吼演道师。公道的拢总是，这拢会使，会使造华名，也嘛当造法迹啦吼。来听这个姚笛《波牛》。
即马所收听一段姚明归盘母娘的新曲啦吼。虽然毕生讲，咱的姜子是伫惠林关大陂乡三吉村中陂四路之五十二号，咱所介绍的进贡歌。简单啦吼，就是虽然必生讲说甘蔗香品、香香款、熟茶、贡物、石盘香、普莲灯，讲起来就是讲香哦。咱呢有咧用哦，啊那唔捌用过，我咪想听讲啊，你甲用三斤一千块甲试用，看咱咧介绍灵草香，有像咪想咧讲安尼清净无污染，吼、哦，过来就是咱母娘甲咱降世的配方，互咱用看卖、点看卖安尼。哦，啊，咱有上板层，吼、哦，一斤五百，啊，但是呢，吼、哦，伊个机，迄个吼，咱讲唔是足初机啊，吼、哦，啊，所以嘛足有用的五百块就听用足久，啊，上板层呢，就讲咱有人较爱偏甜味啦，吼、哦，啊，所以讲你点起来迄个香，啊，就是有这个甜，吼、哦，这个甜味，甜的香味啦，吼、哦，啊，咱。哦，咱上半层点，也是讲咱以前拢点啥，拢点咱的灵草，也是讲咱的九天魔娘降世的有足济足济吼，哎、哦，这个灵草吼、哦，啊，咱大概用了惯势啊，那咱就用灵草香，灵草香就是青草，甲咱中药吼南柞花，咱中药粉有诶嘛是有香味诶，但是迄种诶这是植物诶。啊，所以讲，伊唔是化芳精，嘛唔是色料，好、哦，这是天然的物件。所以咱这哦，有经过经济部甲咱检验合格香品，然、哦、后，所以它没有，好、哦，咱讲重金属，亦无重金属，嘛无芳精，嘛无色料了哈、哦。啊，咱24点钟的香款是手工香款，伊较细条，但是伊无污染、无烟的这个困扰。所以咱这店有偏。纯纯的、纯纯的清香的味，但是它不会污染、哦、空气，阿嘛袂，吼、哦，咱的这个听头呢吼，24点钟的熏，你也感觉呢熏到乌索索安尼。啊，以上这是香片的广告。来，其他的附属物件，没先讲过，就是抹水的合理梅，过来就是讲。个咱呢，牙齿保护健康呢，就是增加你蜂胶牙膏，身体五行格保持哦平均，较袂遐退化，较袂老遐尼紧，和咱呢吼精气神呢更加好。虫草王三高宝，男女通用的，啊，毛咱吼女性专用的吼，啊，咱也是要甲试看卖，用看卖，咱让我当直接卡电话5916045，外关机的都请咱加05感恩。讲人来世间呐吼，就是人啊。人为什么称为叫人类啊？吼，因为咱讲物以类聚，不一样的人吼，讲兽就是兽类的这部分吼。啊，咱讲水的吼，鱼虾水族啊，这就种的吼。啊，有个人讲吼，水鸟类的吼啊，过来就是讲啊，咱的吼家禽嘛吼，家禽就是畜生类的啊，过来就是讲吼山禽、野兽啦吼，有诶无这啊，咱人是三宅之一，叫做人类啊。所以人讲吼，人类思想观念吼，咱要导入政治、政权、政局吼，咱今仔日咱的关心吼社会诶这个存亡的问题，咱讲世道人心的教育是刻不容缓的代志。对咱人生的哲理甲智慧追求，已经来到了择善固执，所以咱爱学习修心齐家，吼、哦，咱爱真知灼见。一个人吼、哦，一世人来世间，大家拢讲要来打拼，吼、哦，要来打拼，吼、哦，每一个囡仔出世拢拳头母地安安，然后落土哇，一个迄个时阵先靠苦，过来就是讲我爱来拼，啊，所以吼、哦。镜头拢在地安安安尼吼，这就表示讲我很有信心呐吼，我今麦过来做人啊，我就有信心诶，吼啊，所以讲人类呢吼是一个高，咱讲高智慧啊，高智慧才叫人类，嘛叫做三宅之一。所以咱人呢吼，这个灵吼，咱来讲戆戆的人吼，伊有灵啊，伊嘛是有灵啊，吼啊，你唔好看讲吼一个人咯，已经神经有失常。
啊，这个人伊就拢无灵，伊个灵嘛是同款有，伊个灵若导正哦，这个神经也会好。所以吼、哦，咱常咧讲吼，灵山圣地啦吼，啊，咱咧讲要安怎去吼、哦，知影讲这个天界地球吼、哦，啊，甲咱有啥物款无同款的这个灵源灵脉吼，时空因缘背景，咱需要去对吼、哦，去对一间神圣的所在去接这个缘，接这个法子吼、哦，去领到这个吼。哦哦，发起啊！咱要安那去对啊念哦，啊，这样多一间，甲咱较有缘，这是神的问题啦吼、哦。神呢，吼、哦，一直吊带的时阵，就甲你有缘啊。那么呢，伫吊带的时阵，咱就结到这个缘，然后咱就去发愿，吼、哦，生生世世要来扶持这尊神圣，生生世世只要因缘来世间做人，那么咱就是拄到这尊的神圣，伊呢，即马拄好吼领灵。玉帝派来到这个人间呢，吼，伊呢已经是起庙，伊做主神。那么咱累世皆有因缘，有缘分，咱有法缘，特别扶持。无论讲，咱出世到多一个所在，只要咱有迄个因缘，佮去扭到这个啥频率啊，哦，啊，咱就会去接受到咱皆有缘的这尊神圣。啊，这是神圣，咱是几啊千年啊吼，所以咱讲伫历代朝代内底，咱就出世啊。哦，啊，咱出世呢吼，伫个无数处的出世当中，咱拄着无数处的因缘机会，甲这神呢吼、哦、有咱讲，咱有依靠过，或者是讲咱有发愿过，吼、哦，咱来到这世间，你过去接到迄个缘咯。所以咱足侪人吼，一寡前辈啦吼，会带咱一寡孙啊，这各处。有缘的灵山圣地吼，阿去啊，吼、啊哦，咱讲去会啦，会有对的讲有哦，我就是这间哦，甲我较有缘的，我去足有感觉的，吼、哦、啊，有的讲我去到这嘛无啥物感觉，这就叫做会缘。咱今日来去一世界去吹哦，对不吹迄个上感觉的迄个缘哦，所以咱来到处从这个有缘的灵山圣地，咱拢去报道。吼、哦，阿妈吼去足济所在吼，去接到迄个神尊的通知啦，伫梦境甲你通知，讲你爱来甲我回应，我伫倒位啊，你爱来。所以咱吼，咱定咧讲吼，咱通过吼真济吼，真济即个灵媒啦吼啊，因为从事即个灵界工作的，咱一寡道亲孙啊，这会甲咱讲吼，啊，你着爱去对念啦，你爱去对吼去回啦，啊，你爱去倒一个山头，甲你。会主讲较有缘呐、啊，啊，所以讲吼，咱今嘛讲着讲灵，每一个人拢有啊。什么时阵伊个灵会甲你相？吼、哦，咱讲已经咧吼灵性啊，吼、哦、会甲你个肉体吼相合。那得爱看讲吼，咱迄个启动修行的程序啦吼。吼、哦，咱那定甲人去庙拜拜，拜久呢灵完呢会想要修。头起先，你讲啊，人行我对人行，人拜我对人拜咧。啊，人都在拜啊，拜我嘛着拜，人跪我着跪啊，跪到尾我带你去的迄个无代志啦，吼、哦、啊，更惊吼你唔捌的这个去用救起来啊，啊，你伫遐哭甲哀哀叫吼，伫迄个所在吼，伫遐你甲正经知影讲哈灵起来都是这条形啊，你无法度去控制，你明明都知影，你嘛无在去控制。没办法控制，这就叫做啥？我们刚启动，都好启动的这个啥？元灵，启动咱的元神。那启灵修行的时阵吼，有时咱来跟咱类似有缘的主因吼，阿人讲足够，所有这占据在各灵山圣地，以前跟咱都因缘的这，拢在遐咧等你。所以吼，咱有些讲修炼呐吼，有真济战处，咱必须爱。吼、哦，每一个所在，吼、哦，有个人讲吼、哦，我现在去了还阁去，在灵山圣地呢，重复一直咧思想，吼、哦，直到你感觉你静落来了后，现在咱要无静的时阵，就是你体悟也无够，那你体悟无够，你这个元神呢，吼、哦，伊也阁有真济认为伊也未去接引呢，哦，所以伊嘛阁会触动咱这个肉体。所以讲台湾头，行到台湾尾拢有啦吼。咱灵本来就无形体啊，伊未占空间呐。但是吼、哦，这个灵界传送的方法，唔是让你迷茫，也那无就是让你安怎食袂落，困袂去，有一点点压力的灵光，和灵光病，
哦，这就是讲，伊的能量是用来做什么？用来让你知道，哦，你必须要走，你必须要去哪里，你必须要去哪里。所以过去有足济吼，咱讲灵学灵修的师兄姐，敢若知影讲吼，要来跑灵山拜会神灵，吼，拄着有关系的灵山圣地，你就去遐大声吼大哭一番。但是你觉得很有感应，哦，但以后敢讲，咱很有感应，咱就不管是定来遐哭吗？唔是安尼呢吼，咱伫这个心灵的这个开发了后，一般人呢跑灵山呢。坐几台游览车的吼，行到倒位啊，吼，都是希望讲，咱是一个带天命，吼，带有天命之术的修行的人，咱嘛希望安怎，咱嘛希望去做真侪上天的代志。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安尼啦吼。如果没有做到深度的修炼，过度的跑灵山，反而容易被外灵跟上，甚至会干扰你。因此呢，咱对修炼的进程啊，加咱讲。对咱家己啦，咱爱家己小可了解一下吼。啊，咱讲天命修行、知识个观念，要未成熟个时阵，咱唔通讲吼，足认真走啊，足认真种个俗务吼，拢个放放掉。吼，到尾有一天呢，你会感觉讲，我那就未输吼，走火入魔同款。有足侪人会认为讲家己修个走火入魔，是因为咱个个证书，咱讲要过八道个坎坷，个放我袂记哩啊。啊，规工啦，只要有人招啦吼，你无去你就会艰苦；只要有人招，你无去就感觉遗憾。所以讲，咱来甲证书扛过棒棒咧，含囡仔拢无去甲调教，安尼呢来应付这个吼走灵山，安都唔对啊。所以咱通往灵山圣地的道路，有真济人修甲愁容满面呢，满脸无奈。哈？为什么讲有某人足欢喜的，啊某人吼？修甲呢满脸无奈，吼、哦，行甲无在了行，感觉讲吼，啊，我乃人别人修有，我乃修无，因为咱吼唔是一个行者，但是咱无带这個天命之术，咱是甲人行，伴人行。啊，既然甲人行，伴人行，行一站啊了后，你会感觉啥？你会感觉讲，人有我无啊，我只安我那甲人安尼行甲真哩无用，所以你会做得愁容满面呢。满脸无奈，你会感觉足无奈的。人别人来安尼跳个遮欢喜，啊，干那咱伫这个边啊吼，感觉唔知要创啥。资质啊吼，灵修爱看资质。好，如果咱也唔是带天命之术，咱呢家庭爱安稳啦，咱唔是讲一定爱出来外口安尼弄。修行是修内在平静啦，修知影讲咱要安怎做人，甲咱。基本的良知道德甲顾好，这是上要紧。所以道德经内底有讲啊，不见可欲，素心不乱嘛。学道修行，吼、哦，灵修的，不管讲你闭关也好啦，你断绝外界接触的关系也好啦，你上界有可能的，吼、哦，你无到放下范围内底，也就是啥，就是讲，即所有的种种，你没办法放下割舍的。所以讲吼、哦，咱要学修，吼、哦，咱唔是讲。哦，时机还未到，咱必须提前呐。时机呐还未到，咱就要慢慢，吼、哦，先把基础拍好在，啊，唔免零散块块撞啊。啊，若无你会感觉讲吼，啊，人收有，咱收无，啊，咱赶快了时间，赶快开钱，吼、哦，咱要运用得当，就是要你要对这个，好、哦、修行对你有助缘，有助益。你感觉讲，你行了真快乐。啊，嘛无去荒废着你家己的家庭，嘛无荒废着你家己的事业，安尼呢？安尼来修学，吼、哦，咱唔则袂讲，感觉讲愈修愈退步，愈修愈跨界，你讲是唔是呢？所以就有人吼、哦、问讲，啊，梅香师姐闭关，敢袂使简单伫咱厝内底闭吗？好、哦，也可以在道场限制活动范围方式，也可以完全隔离的方式。哦、所以讲，有个人呐，无上房都家己的范围会使无，嘛是会使。咱来采用什么款的闭关方式、哦？除了下定决心之外，最好需要有经验、有能力。吼、哦，啊，咱那边啊，那有人好问啦吼、哦。啊，咱卖讲吼，啊，闭关闭个早会哩无？咱上无，咱爱知讲，咱闭关就要做功课。那么闭关是要咱的心清，咱不是要呼请遐天兵天将，不是要呼请遐所有的神仙，吼、哦，自己干都多
心夹的地里好请，不是安尼。我们先要把心调静，你闭关要做什么？你先了解，你下一步要做什么？我闭这个关，我若要为众生服务，我发愿，我要为众生服务，我要跟我的主公，吼、哦，一个做有形的工作，一个做无形的工作，我要来行使我的责任，所以我来闭关。那当然啦，吼、哦。唔免请护法买到位，因为你是法院伫要做工课，哦，法院要甲你的主公呢，吼、哦，来做这济世行功的工课，你唔免求啦，吼、哦，周遭绝对有真济，吼、哦，咱讲护法，吼、哦，伫甲你护持啦。啊，那如果讲吼、哦，咱都无啥物天命之术的人，唔好甲人随便闭关啦，吼、哦，啊，咱都安尼，会晓拜。啊！但是修学修精，安尼个心清安就好。佫一样就是讲吼，唔通愈陷愈深。你若听到人咧讲，就讲你这爱安怎，你佮当作真呢？啥物叫做真呢？有个人无带天命嘛，无带技术，人叫伊开光，伊嘛真正神雕雕十外尊啦吼，啊，就佮开落啊，家庭光就佮开落啊，开了后才讲误解啊，吼、哦，没有真的天命，也没有什么叫做。即使遐神雕雕咧无工课做诶时阵哦，感觉讲你甲神相像，你会感觉安怎？会对神足失望啊！其实是你耽误他，不是他耽误你呢。第一人就是，你是听人讲，无去印证，有实在也无实在。好、哦，啊你讲就甲开落，啊开落了后呢，你才感觉真后悔，无带无钱去雕十外尊神甲踩咧遮，啊真去甲神相像，相像诶，佫毋知要创啥。啊，要关门也唔得，啊，要做也唔得，啊，这就叫做啥？我们自己吼、哦、没有认清楚，过来就是讲吼、哦，爱真正实际神有来跟咱相催，吼、哦，耶华三章，伊有这个吼、哦、天命命来，啊，要爱你这个机心来配合，安尼呢，咱才通去做这个工课，要那无咱都没有服务得好啊吼。现在没想跟人讲这，有足侪人吼、哦、修个。油头苦面，修到安尼白头夹夹夹，啊！我唔知要骨落，唔知要安怎吼？啊！我都修十外单，我骨落唔知要安怎？骨落迄步唔知要安怎？大家拢个设定在骨落迄步，应该就是要开工；骨落迄步，应该就是爱做咱，吼咱讲机动，还是讲爱做这所有服务的工课。咱甲这所有的工课，拢甲辛苦排掉咧，其实不用你做。咱修咱家己嘛，法度安怎修？修咱家己嘛，会当帮助别人呢？为什么？因为你将你捌的，吼、哦，去甲别人，吼、哦，提携，你嘛是咧做行功的工作，无一定大家拢爱去做机身，嘛无一定大家拢爱去开工呢。不要强迫自己，初学者嘛，莫强迫家己做迄个家己做未到的代志。啊，你若强迫家己定做未到的代志，到尾你产生困扰，你会退刀。啊！若退倒了后，反倒当你唔信心，你会讲吼，啊！都拢都一尊甲我派嘅，其实无都一尊甲你派嘅，吼、哦，是因为咱听人讲，啊，咱当作真呢，啊，所以人讲真正嘅神，哦，无来甲咱指示啦，咱确实听迄、那个直接甲咱讲啊，啊，咱就去相信，啊、所以讲无迄个慷慨，吼、哦，天命之数。咱都唔能去听人凊彩讲讲的，啊，咱就去甲雕一堆心明，啊，才来产生困扰。没想来感觉讲，安尼呢，唔只是你困扰你家己啦，你嘛耽误你坐到顶遐神啦。你甲雕雕来吼，甲开讲讲咧吼，你甲请下来，啊，唔知到尾也要安怎？这造成吼，这所有神的困扰嘛，造成你家己的困扰，你讲是不是呢？所以咱耳孔放较重咧。唔通人甲咱讲，咱就扑扑掉啊！吼，甲咱讲一，咱就做一个杂去啊！咱莫无哩考虑后摆后果，也没有考虑到我们是不是真正有带着这个天命了吼。啊，所以咱讲吼，台湾的神啊吼，已经有够济啊！台湾的宫嘛，已经有够济啊！大经细经已经有够济啊！然后啊，咱又阁继续安尼落，真正到尾啊吼，咱的人口。嘛无介济啊，老大人愈来愈老啊，愈袂惊庙啊。吼、哦，按、啊、少年人拢顾三 G、四 G 啊，拢在顾电脑啦，拢在咧顾一支手机啊。伊嘛唔来甲你拜神的时阵，你讲台湾的庙有遮尼济啦，大家硬老个买啦。
啊，那叫伊修行的拢唔，大家拢要顾迄台电脑，吼、哦、要耍，吼、哦。但讲电脑内底面的所有的内底足济通我耍的，搞只囡仔来迷失伫遐。啊，咱讲即卖庙宇，咱要换车只年轻人啦、啊、吼，伊同款有这个信用，同款的吼，会当提升，吼、哦、只囡仔对这个神的尊敬甲尊重。你嘅生活先了解讲吼，拜神嘅意义就对啦。所以咱讲加减讲啦吼，自然加减听，听到尾咱就爱知影讲吼，电脑个科技佫较好，佫较进步，咱人嘅人性都对外袂使无啦。吼，对父母、对天地、对所有一切，拢总共款来遵照古礼行啦。你佫互你即嘛时代佫较变迁啦，咱嘛无法度讲。因为安尼将这鼓励拢灭掉啦，安尼咱世间人吼、哦，若无迄个分寸，吼、哦，啊，甲无迄个体制，我相信讲家庭嘛乱糟糟，这个国家嘛乱糟糟啦，你讲是唔是呢？今仔日呢吼，赖师兄讲要点播一段，坐烟座，明仔去再给你播啦吼，拍摄啦吼，时间差不多啊。啊，这段愿做天尊的一朵莲，嘛是咱的吼，林师姐讲要听，今嘛再给你播吼，感谢你。而且呢，祝福大家吉祥平安，以外有需要服务啦吼，咱每双要讲的就是讲，咱一礼拜内底吼，咱来甲破片载登去。要载爱赶紧来载，吼！啊，若要寄的，你敲电话甲阮讲，服务人员对甲你讲，你要寄几分，爱对甲你寄，吼、哦！甲你寄到府上给你，吼、哦！啊，咱若要倒来载的，吼、哦，咱来赶紧订倒来载。为什么？青青啊物件，青青啊都提倒去，吼、哦！分享提倒去吃，吃平安，吼、哦！啊，卖讲藏足久的啦，吼、哦！咱希望讲吼，即届即个春季花卉。咱所留落这么侪这个破品呢吼，咱呢会当做第二次慈悲，但是咱那是会当吼厝边隔壁有需要，咱买当甲提倒去吼，甲人分享然后啊加载几分啊吼，好艰苦吼，较未够的人买当去分享然后，来咱就来听一段愿做天尊的一朵莲。天尊那朵莲，修炼心法永不杂念，花开花落在你身边，多前世今生的水莲。节目来做一个回向，然后愿意跟所讲一切功德，回向所兄弟姊妹，世世安稳，常发喜，消冤解业，心清净，身体健康，财难敌，家安如意，事业顺，得处合尽，功名成，所求事项皆如愿，身亡超生转安乐，法界众生得离苦，一切度人正善因，今世回开福绵延。两受佛太上感应无量慈悲，感恩无量无量感恩，而且祝大家吉祥平安。下晡时两点半，同款有这些时间，然后给拜师吼。那明仔呢，慈莲毕生讲呢，咱有奉敬的五路财神，然后那明天呢，主要是三月十五、三月半，嘛是咱的五路财神的圣寿宝诞，阿弥嘛欢迎咱的道亲，然后啊，登来拜。哦，拜咱的财神，吼、哦，咱财神也讲来保庇大家，一旦吼五路进财，五方进财，大吉大利，大家拢啊当安尼吼啊大赚钱。那恁今日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再见，拜拜。